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到了彰化。你到彰化，你会想到什么呢？我呢，我会想到霸丸，还有彰化基督教医院，因为有很多的家人在那边上班，还有去那边买他们的药吃，去看医生。那在彰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教会，是彰化主恩灵粮堂，有一个非常棒的牧者，就在我的旁边，刘永贤牧师。刘牧师很可爱哦，我跟他讲说啊，你在彰化多久啊？他说他来这边牧会24年，是，对，他说啊，因为他2岁就出来牧会了，很可爱的牧师，很亲切，然后也很谦卑。我想问那个刘牧师，你怎么会来到彰化？其实，在刚当传道人的时候，有一次到乡村福音队。那一次一个礼拜的福音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乡村的福音这个属灵征战很大啦。我们传了一个整个礼拜，就是希望礼拜六晚上有一个晚会啊，那我们到处邀等等，结果没有想到礼拜六晚上就给我下雨。对，所以我们整个晚会本来是就泡汤了嘛，对，就变得泥泥啦啦，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震撼，觉得怎么会这样？神在哪里？为什么那个属灵的力量发挥不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一个种子在里面，种在心里面的。没错，那时候是还在做传道的时候，因为刘牧师是台北人，台中人，然后在台北信主，对，在台北信主，在那边服事，对，而且服事的过程很特别，一开始是在信友堂啊、比较传统的福音派，对，然后之后到了灵粮堂，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放的灵恩派的教会，是，然后这样的一个平衡，然后到这个乡村的时候被这个属灵的震撼，是，我觉得很特别哈。那我想请问一下牧师哈，因为通常会对于基层的服事的牧者啊，通常他们都是基层长大的。我看您哦，文质彬彬啊，是，身上充满了书卷气。对，这样讲。你怎么会想要做基层呢？好像有点不大合适哎。对，神就是喜欢用那个不合适的人。我也觉得周成禄牧师怎么会去台北呢？他一直在彰化的，因为他就是彰化人。对，阿妹。那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啊。是，其实周牧师身上我蛮喜欢他，因为他身上有个土味。是，对，但是他神的使用他在台北，神带我来的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对一个神大能的一个渴望。对，是，怎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样一个以利亚的一个感动吧，是，就是说是什么400个、800个什么那个假先知等等，神的大能在哪里才最重要？是，我想我不晓得啊，反正我就来了啦。现在也是说我不太合适啦，管他，反正神喜欢就是这样。我这样问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离开台北之后啊，大部分都是讲台语的，特别在彰化这边，台语是一般人的使用的语言。是，来这边的时候不会讲台语，对不对？对啦，一点点啦。Hello， 母亲 ，Hello 啊，你好，你好，你好，再见。这其实我的意思，我这样讲是，其实我在看刘牧师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了。他来到一个异文化，在这边虽然有点熟悉，但是还是很不一样。是，所以我很非常非常的敬佩啊，就是不敢有这样的一种移动。那我想再问一下刘牧师，您在中部有生活经验，可是你大部分时间在北部服事。是，南北的服事最大的差异，你刚刚提到说就是一个属灵的一种震撼。没错，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 ？OK， 那种感，我感觉到那种刘牧师里面觉得怎么会这样，有点不满足。是，对，你可以再多说一点。是，基本上我是成长在都市环境的，是，不管在台中在台北都是都市环境。然后我所接触很多人都是对于新奇的事情等等，他就会追求，对，等等等等，这是整个都市文化。对，可是当我来到乡村，就来到彰化以及接触一些基层的时候，觉得他们就是好像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好，等等啊，信耶稣什么啊，跟我有什么关系等等，所以他们对新奇的东西或者对教会是 OK， 那就是教会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福音要进入，就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不容易，是最主要的。所以城市的人很喜欢追逐新的，甚至我们这样说，就是他们喜欢改变、挑战，对。可是，在可能非城市的生活模式里面，安逸，就是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对，求稳定，对，最大的差异是这样。那这样子的一种服事的过程中，对你来讲会是一种，有时候会觉得
比较辛苦，对不对？是，嗯，是是，嗯，也就是说是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必须所谓刮干净啊，刮干净，都讲得不太标准嘛。OK， 所以他需要的人力很多，他需要工人很多，对，等等。所以我以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觉得做工的人真的很少，特别在乡镇地区，你带一个人接触一个人，要谈到耶稣，然后耶稣的事情要多讲一点，你就会花很多的预备的时间。是，那个时间，那个工人。就是那个，所以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专案，我们去探视很多不同的教会跟牧者，特别是在中南部的牧者都提到一件事情，嗯，哇，带一个人信耶稣那个时间很长，是探访18年都还没有信耶稣，是从到的第一天到现在都还没有，可是还是跟教会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也印证刘牧师所说的话，那个工人不是像我们在北部可能办个什么茶会什么，然后他们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转化。是，可是在中南部需要长期陪伴。是，那种工人的需求。对。第二个我想到的是说，像我们比较年轻的传道人，我们如果从学校毕业或者投入到服事，大部分人都想往北部跑。或者往都市跑，是，所以我们在这边鼓励，如果是年轻的传道人，是，也许可以想一想，离开一个舒适圈，是，去挑战，是，也许你会有更大的舞台，是。然后我们也在这边呼吁，强壮的教会，在都市的教会，差派你的传道同工，差派你的年轻人，来跟主恩灵粮堂来同工，这边需要人，不只是主恩灵粮堂，还有很多正在一线的，在海线在山区的这些传道人传道同工，他们需要同工，也许这可以变成新的宣教模式。是，我只是倡议啦。是，我可以补充吗？可以。我觉得年轻人你要来，你认识的神，对不起，我大胆的说一句，可能还是有点小。你要来乡村来看看，这边是南海，在乡村你可以更多经历到神的大能。阿门。你可以创造基督教文化跟基督教历史在乡村，他们对教会是一片相当空白的。是，比如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办一个追思礼拜啊等等啊，除了我们几个人之外，其实都是不信主的。那去火化嘛哈，在台北就是你去送进去以后，他出来就是一个坛子嘛。对，我们是送进去以后。然后说好了，来，就把他推出来，然后就看到一骨头在上面。对，然后所有的家人都来。本来台湾人是很忌讳，非常怕的。对，但是他们因为我们是办基督教，是他们都能跟我们靠着，然后一起处理那个骨头。对。哦，对，然后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他们就觉得很平安，是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真的创造基督教的历史在这个地方，新的一种文化。对，你会看到神的大能。阿门。那个神是不一样的神。阿门，阿门。我觉得这是蓝海，真正的信仰的蓝海。是，你可以来试试看。哦，我听的时候好兴奋，感觉到那个刘牧师哈，刘牧师是个温文儒雅人，一讲到圣灵大能跟哇福音的时候，哇，整个人就哇那个火热就起来了。是啊，因为他遇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神。我真的要在这边阿们，我今天穿阿们，阿们在阿们在阿们，就是如果你是年轻的传道人哦，想一想，也许哦，你在离开台北，离开都会，你有更大的发展的潜力。阿们，我真的鼓励你哈，那你不要说啊，那你我先做啊，我很想，我是山林的原住民，我已经来了，他不行，我来了，来了。对，你要说，我们来就好了嘛。我一生最精华的这个时间都在这里耶。你看你24年那时候，你现在刚好满40岁啊。你那时候40岁。对，现在64岁。哇，真的是把，而且40岁是传道人最可以用的时候了。对，就投身在这里。40岁之前是栽培嘛，对，磨练嘛，对，40岁可以用的时候。对，哇，神就在我们这里，真的很敬佩。不，我还有10年才可以用，我现在才30岁。哎呦，看不出来啊！我还知道主任领导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部分，我听的时候我超级超级敬佩，就是这个教会已经有31个分堂啊，职堂是。刘牧师要不要来分享一下是怎么办到的？好厉害哦 ！OK。我不是那么有大志的人哈 ，OK， 我要说这真的是荣耀归给神。我们不是那么有计划的，要知道至少当初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也是第二任主任牧师啊，我也是40岁才来这个教会的，但是好像就是拣选这个教会，要使他成为一个职堂的一个典范，或者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教会有31间分堂。那么先讲国外比较简单，就是说是我们有一个神学生毕业在这边，然后他是台北人，那么他就有感动回去，我们就塞他回去，他回去了，不仅建立教会，也开拓分堂啊等等，什么拉胡族啊什么等等哈啊，那我们就去福音队啊，去支持他啦，支持他，哎，就十几间教会啊，十二间教会，OK。那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些周边乡镇的人，他传福音的时候要带他们来信主，他们在乡下地区哈，你开车不是开车，骑摩托车十几分钟就会觉得哦，好远，很不一样的文化哈。对，我们在台北30分钟算正常，塞车下去是40分钟都没问题，没问题，而且只要那个教会有去的时候，一个钟头也去嘛。对，啊这边就啊。你教会到位啊？在中华十五分钟哦，阿兄啊，我拜了，够够了哈，等等。对他们讲，他们的生活范围是在认知里面是很狭隘的，是。所以要让弟兄姐妹带领他的朋友来，就必须在地方，哎，就是隔壁街了哈，来逛买了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祠堂嘛，就这样一间一间的。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你看，我觉得刘牧师是很灵活哦。一般的教育就是你来，欸、对。可是刘牧师说你不来是我在那边祠堂。对，真的，我觉得乡下真的这样。对、啊，小米加步枪。哇！打天下，小米加步枪打天下，太强！我觉得这个很棒的策略。我觉得我很激动，原因是这个教会透过圣灵的工作的福音工作很明显，然后有职堂，而且还有宣教的这个工作，我认为非常非常的令我感动。我也很希望呢，很多的教会可以来学习。你下次如果来到彰化呢，可以来这边哈、啊，这附近真的很特别啊，这边。这个大楼非常非常特别不知道方不方便说，这栋大楼我觉得应该是彰化宗教中心，彰化的宗教中心，这栋大楼集合所有的宗教信仰在这里了，哇，所以在这里我相信神透过主恩力量堂在这边插旗说彰化呢是属于主耶和华的，阿们，哇，太棒了，你下次可以来，然后来看看这个教会、哎、来看看刘牧师，我觉得跟刘牧师聊天、哦、会有一些收获哦、有些人喜欢教别人，一直讲，有些真正厉害的老师，他不讲，在他旁边就已经学到很多东西，感觉到恩高的流露。我、哦、感谢主，我要开始领受31间分堂的这个恩高。加倍、哎！感谢主！哈、哎，不是要变大了，是学习那个福音的热情。我好感动。为神的国，阿门。不然哈、哦、传道人坐久都是不知道在干嘛、哦、真的为福音来疯癫，为福音来热情，阿们，对，真的，如果是有年轻的，特别是年轻传道人、哦、我建议你真的来跟刘牧师聊聊，跟他来帮助你、哦、来有不同的视野。那刘牧师，我想如果你成为这个教会的牧者，你会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教会，你会怎么形容它？我觉得彰化主恩灵粮堂、哦，因为我也不是这边受洗的啊，我也不是土生土长，对，不是，我也是属于空降部队、可是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整个教会都被成全，我觉得这一次一间耶稣很钟爱的教会，很特别，很钟爱的一间教会，我非常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彰化主恩灵粮堂有首主题歌，钟爱我一生，没听过，很好听，Oh my love。这是一首流行歌哦，难怪。OK。哦，我平常都乱讲话，不好意思，没有问题，没有在长辈面前要正经一点。我有那么老吗 ？OK。那刘牧师有没有这个教会你觉得需要突破的点？那看到这个视频的同工啊、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祷告跟您一起同工的。OK， 我们一直是希望有什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大一点的会堂，是希望能够。求主带领，我在近期、就能够求主来带领，是在土地上面、等等建筑上面等等求主来预备。是，哇，感谢主，我们已经看到接下来在彰化一个新的地标要出现，主恩灵粮堂的宣教大楼要被盖起来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阿门。也许你有感动，
就来奉献啊。你有任何想法可以来跟主人林洋堂来接洽，我相信在这边有更大的事工要被兴起。阿妹，希望你下次来彰化来看看刘牧师还有他的团队，然后也为着彰化一带、云嘉南一带来祷告，愿福音的大能可以彰显。谢谢刘牧师，谢谢你，钟牧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台湾接棒开箱教会，刚才我们看到彰化主恩灵粮堂，上帝呼召刘牧师，一个都市的一个传道人，上帝呼召他到乡村。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但是上帝的圣灵的大能却不受限制。上帝使用刘牧师，让彰化那个地区很多的乡亲父老看见圣灵的大能，而他们愿意来到教会，并且上帝也使用刘牧师开拓了31间的分堂，让我们相信这些年神要在乡村做极大极美好的工作。我们要继续为他们来祷告，让上帝国度在乡村继续的发展下去。接着我们要来看一间教会及一间机构，我们来听他们的分享，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花坛长老教会的草灵基牧师。感谢神，这一间教会坐落在花坛乡这个城乡已经是97年了，再过3年它是一个100年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怎么起初开始的？有一群爱神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要徒步走到彰化，那么这个行程蛮远的，后来有人感动说我们应当是在这个地方设立教会。感谢神，就在这样的当中呢，这个教会就成型了。神也透过这个教会呢，赐给我们花坛教会很多很多的宝贝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在这里呢兴旺福音。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在顶楼上面看到这花坛乡这整个市周围，花坛乡总共有45000多人，那我们就在想这个教会可以在这里做什么。神啊，这个教会希望能够成为是神你要触动每一个心灵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为我们带到，盼望这个教会在2022年开始能够兴起更多的年轻的约书亚。因为我们知道年轻的孩子呢长大了出社会，他们都往北部走，那么留在这个城乡的呢几乎都很少。那我们盼望花坛教会可以兴起更多能够经历神的这些年轻人们，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使命的人们在这个教会一起来兴旺福音。那也盼望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生命真理当中来扎根，唯有如此才知道说这个教会存活在这里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是什么。盼望在这一年，盼望在未来的3年更久的这个日子的当中，这个教会成为合神心意走在这区得着了人灵魂的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花坛教会来祝福祷告，谢谢大家。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从1973年直到如今，我们正迈向第49个年头。我们从一本杂志开始，我们从文字工作进到这块华人的土地里面，我们在一生无柄恶语的呼召里面，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因着我们遵循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进入文化的宣教工作。文字开始，我们谈着科学与信仰，我们谈着文化与艺术，我们谈着华人文化里面所需要的种种的面貌，我们进入到辅导关怀，我们也谈了社会的关怀。谈着谈着，我们所有的事工也就这样一个一个就独立出来。因此今天的宇宙光有辅导关怀工作，有社会送炭关怀的工作，有文字事工，我们也有科学与信仰的这样子的对谈的工作。我们当然我们还有教会历史的研究工作。在诸多的这些的工作里面，我们所有的祷告就是透过我们的事工能够进到所有的文化的层面里面，除去我们文化当中的不利于福音种子的这些的碎石子地、杂草丛生的地，或者是荆棘拦阻的地，我们盼望我们能够预备一块好土，能够让我们的华人文化能够接受我们的福音的种子落在好土的上面。请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财力，我们一年有7000万的预算需要支出。请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人力，我们需要资讯人才，我们需要财会人才，我们也需要各样的专业人士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也请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各样的事工，
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这块我们所爱的土地的里面，得着我们的华人。我们也愿意和各机构一同同心协力，完成上帝手中的这块宣教拼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这个时候要大大的为彰化主恩礼粮堂来祷告，上帝使用他们，主要过去开拓31间的教会，好像一个开拓的恩典不断在他们当中，还要继续不断的涌流出来。上帝啊，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大大来祝福这间教会，继续满有圣灵的大能，为主开枝散叶。主耶稣为他们所需要的要建立的会堂来祷告，求主差派各样的资源财力来供应他们，让他们在所需要的一切都不缺乏。感谢主，让他们在灵里财务上都丰丰富富，让他们能够缔造下一个美好一个拓展的阶段。接着主啊，我们也为主啊花坛长老教会来祷告。主耶稣，他们在那边经营这么多年，主啊，他们这个时代需要很多的年轻人被主兴起，主要求你帮助他们来栽培门徒，特别兴起年轻人在那个地区来为主大大的来兴旺福音，求你兴起年轻的领袖来与主他们的牧者一起来同工兴旺福音。主耶稣，最后我们也为特别为宇宙光这已经多年在台湾在做文化耕耘的工作的一个机构来祷告，求神你大大来在未来的阶段里面，让他们能够在文化进入媒体的时代里面有一个新的发展和突破，让他们能够在透过上帝你给他们的呼召跟教会之间彼此的结合，能够透过文化媒体来宣教。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拓展他们属灵的领域，带着上帝你的恩典。谢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愿主赐福大家。